太久了。然后这个比较挑的话，我们安装方法是底色色用上下都有，把一整个升级就没有上下包装的，那我们就是在里面再包装的，先把这个盒子放上，把东西放进去，它只要锁紧这个螺母，然后往上面拉，然后往后面拉紧，拉紧之后再把这个螺母给上紧。整块拿出来，然后再装进去也可以，就是这一块，它是一整块的。